成扬鞭，万马嘶吼是你英雄的出场，生死一念天地无垠，红日蓬勃也比不过你豪情万丈，逐鹿中原你就为了那一天，夕阳下我望见你调转马头，一名士我接过你千军万马，我们是兄弟，血脉相连的兄弟，同把热血浇灌深爱的土地，为家国为梦想升起希望的图腾，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爱与恨的交折，血与肉的拼杀，其实在硝烟中飘扬，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爱与恨的交折，血与肉的拼杀，其实在硝烟中飘扬，飘十二叔，十四叔不是不让咱进宫吗？笨蛋，我进宫了吗？如果我不出来亮一下，那江湘还以为我怕他呢。十二叔，江湘杀出来了！给我上！看见了没有？多尔衮还不让打，这下倒好，他们杀上门来了。给我开炮！开炮！来人，十四叔，外面怎么回事？好像十二叔那边打起来了。什么？十四叔，十四叔，十二叔那边不会有事，你先好好休息，我去打探一下。去吧，去吧。这。快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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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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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叔，我的王，你终于来了，徒弟。江湘他这次死定了，给我冲！冲！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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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哥，小心后撤！走！走！撤！撤！十二叔和十五叔中了江湘的埋伏，生死不明。什么？十四叔，王爷，快去救多多！十四叔，您的身体，多多不能出事，快去！这这。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怎么会这样？你如实说来。禀摄政王，玉亲王的伤势过重，全靠坚强的意志撑到现在。不过，不过什么？你赶紧给我想法子治。如果玉亲王有什么闪失，我为你试问。这，卑职现在就开方子。苏墨儿，苏墨儿，什么？想起苏墨儿，苏墨儿，多多，你等着，你等着，哥现在就把你的苏墨儿给你接过来。苏墨儿，
豆豆，豆豆，我来了，豆豆。苏墨儿，真的是你吗？我豆豆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不，豆豆，你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你说你要娶我的，我答应你，豆豆，我现在答应你了，我现在就嫁给你，你醒醒啊，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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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年，顺治6年3月18日，多铎不治身亡，对多尔衮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圣母皇太后到了，请进来。圣母皇太后，请。皇上，请。福临，请皇上为玉亲王上香。上香，玉亲王为了大清立下多少战功，你为什么不给玉亲王上香？别这样，多尔衮，拿着。福临，
咱们兄弟俩这是图的什么呀？哥早就该听你的话呀。就那么傻呀？为什么要走在你哥前面？王爷，别喝了。别管我，让我喝。太医都说了，您身体不好，要好好静养。养什么养？我的心都掏空了。你走，别打扰我，让我跟多多说说话。圣母皇太后也礼了。干什么？我是来陪你哭的。多多走了，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痛。从小到大，你最疼的就是这个弟弟，他是你的心尖子。我也很难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多多叫我玉姐姐，仿佛他还在我眼前，玉姐姐长，玉姐姐短的叫着。你去大同那天，多多还在跟我怄气。可是不管他再怎么气我，我也知道，我还是他的玉姐姐。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很难，可是再难也要撑下去。这么一具被您蔑视的皮囊烂透了，不是更好吗？那样你们母子俩就解脱了，用不着在我的面前忍气吞声了。多尔衮，我们俩吵虽吵，恨归恨，可这毕竟是我们个人的恩怨，我们不要把个人恩怨投射到国家大事上面。你现在是摄政王，大清的江山在你的手上，你所康复的不仅只有你自己或者你们兄弟三个人，而是整个大清国。圣母皇太后，你到我这摄政王府来，是来安慰我来了，还是来提醒我继续为你儿子卖命啊？多尔衮，难道不是吗？你的心里只有你儿子，只有大清国，你何尝有过我多尔衮的位置？连一个角落你都没给我留。你遣我出征，你会日日牵挂；我受伤了，你会心疼的流泪；我在外面，你会思念；我回来了，你又会为我的安危担忧。那个从科尔沁来的大玉儿，那个一腔柔情、纯真善良的大玉儿去哪儿了？我额娘死后，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多多，一个是你。现在多多永远地离开了我，而你呢？用仇恨和怨恨
来垒起我们之间的高墙。我没有。玉儿，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顽强，那么坚不可摧。在战场上我从来就没有怕过，面对强敌我从来就没有退缩过。我唯一怕的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人，我的兄弟，我的爱人。我不是怕他们对我气恼让我失望，而是怕他们不吭一声地离我而去。多尔衮，在你的心里你深深爱着的还有一样，就是大清国。你对家国的爱丝毫不逊于对我和对多铎的爱。我曾经为了你抛弃了江山，抛弃了皇位，抛弃了一切。可你呢？你的心里后来只有你儿子。你可以为了他牵制我，利用我，不惜撕毁我们20多年的感情。你就做得好吗？你为了夺皇位，为了你的荣耀，你把剑架到我的脖子上，差点杀死了我。我为我儿子，我是心疼他，我是千方百计的维护他。可他是谁？他是大清国的皇帝，我为了他，就是为了大清国。你呢？你20多年来的努力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大清国吗？所以，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俩的理想也是一致的。我说的对不对？所以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俩不是敌人，我们是盟友。玉儿，你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的理智、冷静和克制，让我心慌，让我害怕。多尔衮，将相还在山西作乱，南明的气焰似灰复燃，你别忘了，大清还在你的手上呢。多尔衮，多尔衮，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大清的江山，我快扛不住。你会好好的，你一定会没事的。大清不能没有你，我也不能没有你。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不能没有你。杨振威领着江乡的人头来投降了。投降？哼，我给了他们那么多时间，现在想投降，晚了。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先把杨振威这群贪生怕死的小人给我凌迟处死。好，那大同城里面的军民呢？屠城。
我平定大同了，我凯旋了，你不高兴吗？凯旋？高兴？你还想要庆功宴是不是？多尔衮，你居然把大同十二万军民全都给杀了！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背叛大清，咎由自取。十二万的冤魂跟亡灵，多尔衮，你太没人性。我就是要昭告天下，背叛大清就是这样的下场。你不是人，你是个杀人的魔头。多铎死后，不是你让我重回大同的吗？不是你让我继续为大清效力的吗？可我没让你杀那么多人，杀那么多老百姓啊！你以为打仗是小孩子过家家吗？我不杀一儆百，那天下的反清势力就会越来越嚣张。多尔衮，你个杀人魔，杀人魔！你杀了朕大同十二万的子民。你说什么？多尔衮，那些死去的不光是大清的子民，是天下的苍生，你造了多大的孽？是我平定的大同，多铎都死了，他为的是大清。你们现在开始叫嚣了，你现在心疼着子民了？好，你仁慈，你们有本事，你们怎么不去亲征？怎么不去平定？皇额娘，福临，你将来亲政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大同建一座寺庙，超度这些在屠城中冤死的亡灵。嗯，这是大清不可饶恕的罪孽。福临，百姓是你的子民，无论满汉，一定要善待他们。皇额娘，我明白。多尔衮英勇了一世，要强了一世，最终要折在这件事情上了。他过去所有的英勇和荣光都将和屠城这件事情一起钉在历史的柱子上。王爷，您回来了。嗯，快去看看小格格吧。什么小格格？王爷，您都离开家有几个月了，小格格都快满月了呢。王爷回来了。小哥哥，你看，王爷回来了，你阿玛回来了。王爷，王爷，奴婢见过王爷。慢点儿。小心点，王爷。王爷，给小哥哥取个名吧。叫东娥吧，我以前有个妹妹叫东果，很是可爱，只可惜早逝了。王爷，您当阿玛了，您高兴吗？高兴，高兴啊。大家尽情的喝啊！我多尔衮今天终于当阿玛了，也为了我们从山西凯旋，啊啊，干了！好，来来来，干干干！哎呀，兄弟，你看，这现在的摄政王府才像王府吗？不像以前那样冷冷清清的。现在你看多热闹啊！是，可惜多铎不在了。多铎要是在，那才是真高兴。可是多铎这一走，
什么酒都是苦的。哎，摄政王，您那么爱护玉亲王，为何不到天宁寺给他捐作灵位，可以保佑逝者安息啊？哎，这个主意好主意啊。嗯，是个好主意，为了多铎我什么都愿意做。那何乐会，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了。卑职定将此事办好。好，来来来，摄政王。现在有多孤独，哪怕是妻妾成群，歌舞升平，可是哥的心里面是空的。你哥的心已经被掏空。我多想跟你说说话，跟你碰个头，喝杯酒啊，多多。你哥现在什么都有了，女人有了，权位有了，孩子也有了，可为什么这心里面是那么的荒凉和孤独？这甚至比额娘走的时候还要荒凉和孤独。朵朵，你听得到哥说话吗？摄政王，您放心，这玉王爷的灵位塔很快就会建好的。好啊。摄政王，您最近脸色不大好。我什么时候脸色好过呀？以后啊，您还是少喝点酒吧。摄政王，摄政王。啊，何乐会，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摄政王，娘，我来看您了。我和爹爹这些天心情一直很沉痛，也许您是对的。那些人骨子里都是嗜血成性，充满了杀气。我先前一直尊崇的摄政王，原来他也是个杀人魔王。绿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谁？绿珠是你什么人？你认识我娘？你娘？绿珠怎么可能有女儿呢？她不是坠崖死了吗？难道她没死？你娘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带我去见你的家人，走。摄政王驾临，微臣有事愿迎。哎，快起来，起来。李谦，我问你，这绿珠是你什么人？
是微臣的结发妻子。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崇德元年，微臣去辽东公办，偶然遇见了绿珠，他当时昏倒在路边。这绿珠的脸上是不是有一道伤疤？嗯呢。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原来绿珠根本就没有死。摄政王，您认识绿珠？何止认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摄政王怎么会认识我娘？他和福临都是爱新觉罗家的人，怎么就搅到一块儿去了？我原本以为就是个普通女子，没想到她是元西牧城守将石相的女儿。绿珠是从圣经逃出来的。绿珠的身世我都知道。我劝过她放弃过去的恩恩怨怨，就做个普通人。后来我们成婚了，我原本以为会快快乐乐地过下去，没想到绿珠分娩是难产，人就这么没了。那他后来在杭州的日子过得还好吗？挺好的。我也是父母早亡，孤身一人在杭州做个小官，和绿珠算是相依为命。但我知道他内心里有沉痛的东西，这是我没办法帮他抹去的。哎，绿珠温柔善良，婉约细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只可惜福伯没有办法和他共度一生啊。我到时候会去天宁寺祭奠绿珠。多谢摄政王。若曦，过来，快给摄政王请安。摄政王，免了。你那么怕我吗？摄政王，小女没见过世面，请摄政王多多见谅。我怎么会怪他呢？我和爹爹一直认为，摄政王气度盖世，英明锐勇，是天下难得的英雄。没想到，摄政王竟然也有屠戮苍生的嗜好，拿无辜老百姓的人头来试验你马刀的锋利。若曦，我娘当初因为西牧城之徒，痛心了一辈子。你给我跪下！爹，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为什么要给一个杀人魔王下跪？给我跪下！请摄政王恕罪，请摄政王恕罪，小女没见过世面，请摄政王恕罪。起来吧。你跟你娘当年的脾气一模一样。叶若曦，这次你可是闯了大祸喽！爹，我说的都是实话。就算是实话，你也要看看对方是谁呀！你怎么可以当面驳斥他呢？爹，我就是替大同的百姓感到冤屈，难道就任由杀人魔王这样屠杀无辜百姓吗？皇太极当年杀了西牧城10000军民，娘恨了一辈子。多尔衮更狠，把整个大同都变成鬼城了，只剩下五个在监狱里的重刑犯，他倒是给放了。爹，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受难，难道就说一句愤恨的话都不可以吗？女儿啊，爹理解你，可咱没办法呀。无论心里有多么的不满，好好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多仇加恨，没齿难忘。只要心还跳着，仇恨就不可能熄灭。无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没有争斗，没有厮杀？我曾经的梦想，我曾经的渴望，我曾经用毕生的精力去争取和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曾经最痛斥的人，我的身上怎么也会流着暴虐的血液？杀戮让我更强大了吗？让我更满足了吗？让我更有成就感了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是因为恨吗？无休无止的恨，我在恨谁呢？恨我自己，恨命运，还是恨老天爷夺走我的一切？所有人都恨着我，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因为惧怕和胆怯而加倍的奉迎我？我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呀？如果你还在，还在我的府上，你会唾骂我、蔑视我吗？还是我无论做什么，你都会原谅我？你都会竭尽全力地照顾我，绿珠，我对不起你。绿珠，绿珠，你干嘛？你别走，你别走，你留下来陪着我。这是我爹叫我送来的，这是我娘逃离圣京时唯一留下的东西。是不是？你做错了事情，就要敢承认，敢面对。对，你说的对。做错了事情就是要面对。若曦，你是这世上唯一不怕我、唯一敢当面斥责我的人。
我就是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来惊醒我，来约束我。妈，你妈，放开我！你和他的妈，你打，你打，你给我这儿打，你把我打醒，你打呀！你喝多了，放开我，放开我！绿竹，是不是你不忍我如此落魄孤独，才派若曦来看我的？若曦，你娘的遗物送过去了吗？你不会怪爹吧？若曦啊，摄政王原谅你了吗？你爹答应过你娘，要好好的照顾你，保护你。爹让你去一趟摄政王府，也是无奈之举呀。爹希望摄政王看在你娘的情面上，宽恕了你啊。爹，我们回南方吧。我怕。我好害怕。我的女儿，别害怕，有爹在，咱们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天爷一定会怜惜咱们的。我现在真的明白了娘当年的心情。若曦，若曦，若曦，你最近怎么了？为什么老避着我？若曦，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福林，我是汉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你说什么？若曦，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以前就知道我是满人。你以前就知道我的身份，为什么你突然就变了？若曦，你们朝廷杀了太多无辜百姓，大同12万人全都被你们杀光了。那不是我干的，和我没关系。你是大清国的皇帝，黎民百姓遭受无端的屠戮，怎么能说和你没关系呢？那是多尔衮干的，不是我。福临，你和我就一步的距离，可就这一步，却隔着千千万万无辜百姓永难消弭的仇恨。若曦，我不管那些，我只知道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相爱。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两个人，我们拥有普普通通的两颗心。若曦，我只知道我们的爱和国家和民族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我们。福临，可是在我心中有家国的痛，有民族的伤痕。不，若曦，我不管那些，我只知道没有你，我无法面对以后那些许许多多的日子。平